性比较柔，鹿肉这边很迷人，他会一直想哇，这个女的多正多正，因为你这边很漂亮，嗯，当然这边拿起来更厉害，你懂为什么？但是他看到这边，他就会想知道他有多正。当年他是被害者，当年他来上我们节目一出来，我大叫，你太夸张，太正了，干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变老板娘了。现在是老板娘，你老了。你好坏哦。本来是板娘，变老板娘。没有啊，就是那时候，就是对啊，就是现在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啦？怎么一段悲伤的故事吗？要哭吗？要哭吗？没有啊，就那时候是以护理师的身份。对啊，我记得是护理师嘛。渐渐的，就是因为开始有曝光之后，现在是当医生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接触太多厂商之后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自己好像也可以做做看，不是只单纯分享这样子。哇，你很棒哎，不得了，结婚没有？还没。结婚男朋友？你为什么问一样的问题？这个不会相信。你感觉不是当老板娘的样子，应该是当医师娘的样子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以前当护理师一定很多医生，平常就你后来推销什么样产品？饰品哦，对，我是卖饰品，对不对？饰品就是女生的配件啊，这种东西在七夕情人节啊、二一四情人节的时候应该爆量。好像是哦，会就是遇到节日就要特别的去跟上每一个节日去行销这样子。哦，你血海喽？没有。那你的卖场是在哪边啊？在网络上。在网络上是 IG 还是什么？我有自己的官办网。晚上因为他是本身是做商业摄影的，所以认识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。一开始当然不知道。你问什么？他可能是很小的人，所以你是摄影师。对，他是商业的。你在他公司多久？半年。半年，那你会叫他去示范穿搭？如果说我们有需要，排两排。女生的话不会啦。这体上是不要这样子，卖方刚刚不要闹了，超平台。其实它本身就是展示柜。今天会给我介绍这部耳环了，会。不是，那你自己会当model？ 对啊，会吧？你一定要当的啊，对不对？会露脸。不会露脸。我跟你讲，你因为你一定要露到这里，眼睛不要露，露到这边很迷人。他会一直想哇，这个女的多正多正，因为你这边很漂亮，嗯，当然这边拿起来更厉害，你懂为什么？但是他看到这边，他就会想知道他有多正，就会一直看，而且他的嘴唇唇型跟鼻型很漂亮，开玩笑，他五官都很好看，就露别全露，露一点就。当年他就是这边黑的啦。当年他是被害者，当年他来上我们节目一出来，我大叫。你太夸张，太正了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很精致，漂亮。不是，那你之前是在电视上嘛？然后现在转行一个跑道，然后会有粉丝会很疯狂吗？会跟到你那边？会留一些奇怪的留言？会，他就是在我每一个卖场的，只要是有提供讯息的管道，就一直留。留什么嘞？什么是奇怪的留言？告白啊！我想咬你的鼻子。这个太夸张了，没有到这样，没有啊，就是比如，就是也是，就是把我的卖场变成好像是我个人的粉丝页，对对对，这样烦哎，就会很困扰，因为我老娘做生意，你来闹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这种又不能得罪，对啊，不能，那你怎么就当作没看到？我有好好跟他说，因为他已经算是那种头号粉丝了，哦，看很多年，他是男女？男生，男生看你们网站干什么？他又不能买，但他就是想要聊天。可是因为你是卖女性商品，对，我是卖女性。你要不要考虑就是卖一些男性原味吗？原味觉醒的那种，原力觉醒的啦，原力世纪大战那种，对，新一代 Tank 啊，有这么直接？那有没有那种直接害到你的业绩的粉丝？是不会，但是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在处理每一个客人。因为他刷太多留言，对对对，把他盖掉。每天三餐。那你要不要跟他讲，就不要这样啊？你爱我就不要这样。对，爱我就先买个100组再说咯。对啊，你这样怎么多爱？爱到300组怎么叫爱？爱我就当股东这样子。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卖男性的产品。Tenga。
什么？男性饰品也很，还有很多啦，还有很多男性饰品，可以。男性饰品跟女性使用过的饰品。来，我们看视频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好看哎！哎呦，好高，你是说真高尚，高尚，是算很有质感的，有质感的，可以。但是我觉得男生可以的，这是男生锁，对，回纹针吧？哎呦，它是锁头。嗯，锁头特别，这个也很漂亮哎。这个还好，那个是用贝壳，这个是贝壳，这个真的还好。那是我没有盐罐的意思，珍珠贝壳。那你还好干嘛？你还好，你干嘛摆上来？不是，这是我喜欢很特别的东西。不是，他刚才表现，哎，这个真的还好，直接被打枪，怎么这么厉害？那你戴上去这个就可以，我戴上去。就是你可以卖，说是你戴过的。哦，谢谢哥哥。不是叫你应该要卖你戴过的会比较好卖、啊、可是我还是主要是三个坏掉吧，三个就不会坏掉，它不会坏掉，我不会坏，它是对不起，你戴不进去，动动动，哎呦，哎呦，赞哦，哎呦，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牙齿痛，有，下巴痛，腰痛。好了，幽门痛，谢谢。我们本来是那个分享照片，就是今天拍什么了，打一把，没关系，互相。我现在要问你们群主，你怎么变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了？你现在变得哦？对啊，你以前好清纯哦。对呀，现在文青一般，现在变妈妈嗓了。被旁边的影响了。你好，你们现在节目搞得这么像酒店，待久了当然变妈妈嗓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做客人很累的，空穴来风，空穴，空穴来风，已经是一天了，咱俩一起来这张照片，有没有？可以啊，这张照片有故事的，红色的是什么时候？你要注意看一下那个雨璇，看雨璇的手放在哪里。雨璇，你放在中间干什么？我手在乔丝袜。OK， 雨璇被误会了，要帮他澄清一下。Kobe Bryant。动作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Kobe Bryant？ 没有，就是先那个圈子，然后进手放进手什么？就是刚好在圈，就是瞧一下那个。哦 ，Kobe Bryant， 然后就被网友发现，他因为这个他不敢来录，你们这个才恶心，大奶渣，大奶渣，爱渣的，爱他说我有小指用，然后这个是 U 什么 ？U 娜 ，U 一，哎 ，U 一，是我 ，U 一，他说什么？不，我用麦克风，不是我，是爱雨莎，你看照片，爱雨莎用麦克风。因为他们俏护士，哎呦，竟然说人家下面痒呢，他怎么不帮忙抓？哎呀，晚上他们也都是讲这些女生的，尺度一样大，我们更痒，还有用麦克风的，哇塞，哇，有那么夸张？就是用完拿去消毒，不是我们的麦克风，我觉得是被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这种要不要消毒啊？这个太痒了。以后录影啊，就是说录完。或者在录中间的时候，麻烦各位监视，麦克风不当使用，抓去打死。这个是为什么成立？一开始要传照片，然后床照片，床照片，你有床照片，床的世界。我们那时候还是可能性女孩的时候，大家就有照片，然后开的群组，然后后面就是大家退出，就剩几个。